女的是美了哈，那呢其实非常的针对，但是演他们的本子也大，还有包括呢现在一直在戏里面的让我们看到的孟庄啊，还有文凯，他们今天总共演员本尊前，包括我们大爱台的两位同仁，九人哎，九九长长，掌声感恩哈，谢谢。那他们呢手上拿着，因为应景中秋节，所以呢这是什么，要请我们的演员来讲，哎，所有的团队完全没有给他们麦克风，这是非常可爱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？因为看到演员来粉出来，全部太开心，傻了眼，没有麦克风啊！掌声感恩，好好，没关系，就是这样场面。那我们来看看，现在我的孟庄呢，他今天特别在中秋节的时候给我们第一个大惊喜，这个是什么？请告诉大家。这个我刚用，像我们中秋节的时候，就是应景，我们去院去关怀的时候，会给病患还有医护人员，就是一个见面礼这样子。哦，这是到院区关怀，每年对不对？对，都做这样的一个龙猫哟。刚才我们在画面上其实有看到，是用西瓜，那是也是你刻的吗？不是，听说那个花5000块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个是花5000块，真的是免费，但是它每一个要多久？大概20分钟。20分钟，感恩这样的诚心呐！我告诉你们，他总共带来几个？22个，也就是不会每个人都有了。所以刚才执行长的他们已经带走几个，剩下的那是谁的？那就是胖绣球了，就看一眼了哈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本尊跟演员。可是我们刚才有说赖贴图，如果你现在来不及，因为眼睛看他们来不及下载的话，没关系，回去马上下载哈。30元我们在五大电视台，他们带来惊喜，我们也有。好，请现进行。